现在教的东西叫周期表，周期表，周期表就是把我们的元素排一排，排成一个表。现在的周期表是根据原子序来排的，原子序来排的。我们后面会教什么叫原子序，然后呢就排出来。然后基本上如果排在同一个直行的，就表示我要同一组，同一组的会有相似的性质。排在同一个横列叫做一个周期，就它的性质会有周期性的变化，就要说叫一个周期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它的性质会有周期性，所以要周期表，要周期表。然后我们会介绍几个组，我们会介绍几个组啊。那我们讲义上有周期表，你自己看。我们介绍三个组，第一个啊，刚刚讲过说同一组的性质会相近，但是没有完全一样。不同族间可能有类似的性质，不过大致上同一族的性质会有一个大致上的情况，所以可以让我们供我们研究。好，来，第一个我们叫简晶组，第就是最左边的第一行，李纳假如设法。第一，它都会跟水作用产生氢气，它的活性大，会跟水作用产生氢气，然后产生氢氧化物、氢氧化钠、氢氧化钾，它是碱性的，所以叫做碱晶组，叫碱晶组。然后呢，活性是越后面越大，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到影片，如果把后面的把什么之类到水里会蹦，会炸得很凶，会有非常可怕的状况，因为它的活性会更大，反应会更加的剧烈。好，碱晶组，它因为容易跟氧作用，所以要放在石油里面。旧课本写石油。汤宣版写矿物油，意思一样，因为里面没有氧，它隔绝跟氧作用，隔跟氧作用。好，碱晶组，然后几乎所有生物都有钠跟钾。你身体里面钠钾达到平衡，我们平常吃盐巴就有氯化钠，就有得到钠。那有人说我要拿低钠盐，低钠盐就是把你的氯化钠改成氯化钾，氯化钾。然后呢，你生病了去医院里面吊打打啊，吊点滴啊，就会给你生理盐水，硫化钠，硫化钠，钠钾要达到平衡，如果不平衡就会生病，就会出问题。啊，然后法式最活性最大，锂钠假如设法最大，锂最轻，锂很轻，那就很轻了，那就会漂在水上，那就可以浮在水上，你就更不要想，你就不要想 ，OK， 你背一下就好。再来简谱图是左边第二行。锂、镁、钙、锶、钡，啊，银白色、银灰色，以前就放在地壳里面的，是要土，是要碱土族。然后水溶液、氧化物，水溶液是碱性的，所以要碱土族。然后也是活越后面活性越大。重点，重点，跟烯酸作用会产生氢气。啊，我们讲过。酸的通性，活性大的金属加烯酸会产生氢气。谁是活性大的金属？碱金属、碱土族，或者你当初背的什么钾、钙、钠、镁、铝、碳、锌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后面的铜、汞、银、铂、金，活性都比氢小，叫做活性小的金属，跟烯酸作用没有氢气，没有氢气。所以，另外，碱金属会跟水作用产生氢气，碱土族不会。所以表示碱土族活性小一点，小一点。碱晶族会，碱土族不会。另外，重点，碱土族的硫酸盐、碳酸盐会沉淀，就是碳酸碱土族、碳酸镁、碳酸钙、硫酸碱土族、硫酸镁、硫酸钙是会沉淀的，是会沉淀的。白色沉淀，所以我们当初的时候讲了一些实验，我们说氯化镁、氯化钡加硫酸钠就会产生硫酸钡跟氯化钠，那硫酸钡会沉淀，硫酸钡会沉淀 ，OK。然后呢，像硝酸钙加碳酸钠就会产生碳酸钙加硝酸钠，这样子，所以这是一个重点。我们当初提过好几遍，考试考过好几次，碱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会沉淀。然后，钙是一个重要成分，我们牙齿啊，所以说有人说会缺钙，骨质疏松症缺钙。然后镁可以放烟火、坐飞机，还有我们的笔电的外壳，什么镁铝合金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好，好，现在看一下，
最后一个是鲁肃，右手边数过来第二个，活玉、秀点二，都是有毒有颜色的双原子分子。所有的卤素都是双原子，所以是 SCl2BR2 CL2BR2。然后呢，这位卤汁中所以叫卤素。然后这颜色，这前面好像讲过背一下，以前很爱考，现在比较不爱考。尤其是绿锈点，正好一个气态，一个液态，一个固态。然后黄绿色、暗红色、紫黑色，我们前面讲过了，就把它记一下背好就可以。卤素，然后。它是越后面活性越强，它跟前面两个相反。然后绿是可以当漂白剂的，然后可以做杀菌。台湾的自来水里面就是加绿杀菌用，杀绿就杀菌，就可以当漂白剂。但是要注意那个最高前面可以提过说，你不要把那个酸跟碱的那个漂白水乱弄在一块。有些漂白水里面是含有次氯酸啊，是有绿的成分，你乱加可能产生氯气会中毒，会中毒。然后，这是我们教，这是应该是生物有教过的，碘会跟淀粉作用产生蓝黑色、紫黑色，就用来检验淀粉。其实应该提醒你要问的什么事情？我们应该学过一个是检验葡萄糖，一个检验淀粉。你还记得谁检验葡萄糖？这个检验淀粉，然后它是要跟碘作用，所以有碘的就可以。碘酒是碘溶于酒精可以，碘液是碘溶于碘化钾可以。但是碘化钾不行，因为碘化钾是碘离子，没有碘，没有碘不行，就把它背下来。我们用来检验淀粉，然后会变成什么颜色？就是跟各位介绍碱金属、碱土族跟卤素也是一样，把该背的背完就可以了。